Hello，早上好，起床啦！今天要去医务所验血，上个月前查出了贫血，所以医生让我每6周去验一次血。上个月验已经正常了，今天也要按时去啊。每天的护肤一定要认真，毕竟都是老阿姨了，防晒那是每天必须的。现在有种要熬夜剪视频，黑眼圈都有了呢。你们可要珍惜我呀，多多帮我点不要钱的小爱心啊。早餐啊就简单一点，不要晚啦。停好的车，走过去只要5分钟。我停在了 Richmond Center 的停车场，因为上个月去啊，停在门口被开了80加币的罚单。下次跟你们说为什么不能停。我到了，戴好口罩。如果这次疫情发现，抵抗力才是我们真正的竞争力。大家一定要定期检查身体。2 hours later， 验好血了，出来以后啊，顺便去商场里面逛一下，买了2件小吊带，是45加币，难得出来。再去旁边买几个老婆饼吧。感谢大家陪我过完了充实又平凡的一天，记得关注我哦，为你分享我在温哥华的生活。大家晚安啦，能看到这里的一定都是真爱粉，爱你们。